是本档接麦主播阿童木，新国刚刚的主播了。然后，为大家先来段舞蹈。你们喜欢我的舞蹈，或者是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点点我的关注。不过点我的关注的话，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你们吃鸡都会第一的，大吉大利，吃鸡第一。谢谢大家跳一段。这个吧。关注哈，谢谢小哥哥们。如果喜欢我舞蹈的话，记得点点我的关注。电脑用户是这里，手机用户是这里，有一个关注，你们可以点一下，谢谢。接下来再跳一个。哎，好了，等一下啊。
喜欢我的，谢谢点点我的关注，谢谢暴走哥，谢谢白宇，谢谢天马行空小哥哥，谢谢你们送的礼物。你们喜欢我的，记得点点我的关注哈。我的手指方向，这是电脑的关注，这里是手机用户的关注，这里有个关注，你们可以点一点。关注我的话，吃鸡都第一。关注我的话，王者荣耀都 MVP。然后大家点点九九二星星秀的预约哈，这边有个九九二星星秀的预约，每天都有好舞蹈和好声音跟你们见面的。然后给大家再跳一个，我想想啊，跳个这个吧，这个可能稍微慢一点的歌。
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那个大家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点点我的关注啊，这个手指的方向我关注点一下。哦，我这边来电话了呀，好尴尬呀，我要接还是不接？哎，等会儿我给他回吧。我等会儿回他一下，我先给他关了。你看我为了你们，我连电话我都没有接，你们赶紧点点我的关注好吗？谢谢大家。对，我很久没有播了，我是刚刚回来直播的。谢谢大家给我点的关注，谢谢。还有20秒，我马上就要下去了。啊，好热呀。还有10秒，然后马上会有珊珊哈，然后给大家来跳舞了，然后喜欢我的记得。